是世贸业 Ostrich Wonderland 农场，我们这里的羊主要是鸵鸟，还有羊、鹅、火鸡、文昌鸡、珍珠鸡。我们这个农场是2000年开始创办的。这个是属于草羊，耳朵长，然后它的脚呢比较开，然后毛发比较短。这种是属于改良的草羊，其实它们的发源地是在非洲。可以到60公斤了，比较多肉，体型也比较大，奶水也比较多。Janabari 呢，主要是它这个母羊啊，它的奶水会很多。Boar 呢，它这个品种呢，它的肉就比较多。像我们给它杂交过后呢，如果是母羊的话，它的奶水多；它是公的话，它的肉也是多。所以就是哪个方的好处优点啊，来配合来交配啦。我们这种草羊好处是哈、它有70%-80%是生两胎的。通常第一胎是一只，过后呢，第二胎、第三胎它会生两只。它生了小羊，就是小羊跟妈妈一个月，然后分开来再养多一个月，就是不要给它交配前。就是两个月了，过后就放弃跟公羊交配，然后他们的怀孕期是5个月，然后就给他一个安胎的环节，所以一个周期是7个月的时间。说这个是代表1岁的，这个是代表2岁的，你看到牙齿大个了吗？就是两对，就2岁。因为动物跟人一样的，他们也需要到维他命来保健，来增加它的免疫力哈。所以当母羊生了小羊呢，我们就要打那个钙剂。这个母羊呢，它怀孕的时候，它需要到很多的钙质，也要补充那个维他命，补充它的母人啊，就是给它吃好一点的有高能量的食物，比如说给它喝那个黑糖的水。就是开始有生产羊奶，它也是每天都会失去钙水。像如果缺乏钙质呢，像它这个母羊就会突然间晕倒，甚至会死掉。我们不鼓励这个小羊跟母羊太久了，我们就是要挤这个羊奶，就是挤了羊奶会喂小羊，喂小羊吃饱了，然后我们脱了我们就拿来卖，这样也帮助到这个母羊预防它因为奶水过多会发炎，然后我们时不时要去检查那个母羊的奶头它有没有发炎。我这边养羊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繁殖要快，我们可以拿到羊奶，卖羊奶、羊肉还有卖小羊，每个月大概可以生产60-70只，而且它的成本很低，它是主要是吃草饲料，我们可以调和啦，就不需要给它吃太多，说只要勤力一点，叫工人去割多一点草来喂它。